今天我们有缘相聚在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共同参与刘青路2023个展的开幕仪式，请先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开幕式的主要领导和嘉宾。在北京2023刘青路个展开幕式现在正式开始。可能是对于他们这一代年轻艺术家来讲是他们共同的一些特征，但是呢对于刘青路来讲呢，他还有一些和他这一代的年轻艺术家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像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啊，这个宇航员小路，宇航员小路呢可能对外国朋友来讲呢可能不太理解。那么因为他的名字刘青路后面有一个路，那么他的小名呢就他的乳名，他妈妈呢从小呢就可以喊他小路。这个路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意象，就不停地在奔跑。那么刘青路呢从他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那么也是有一点收入以后，他用了2年时间去在中国大半个中国去旅行，其实呢也是一个了解这个本土文化，包括了解这个社会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宇航员，这个也是呢刘青路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可以脱离离开地球，从一个很远的一个视角去回看我们这个地球。那我觉得呢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包括对一个人来讲，他就一直要有内心啊，他一直有这么一个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宇宙，他的内心的这种动力。那么这两者合一呢，就刘青路从这个在北京大概创作2年多之后呢，然后呢他孤身一人去迪拜，他可能开玩笑觉得呢迪拜钱多，但其实呢这个迪拜呢正好是在近些年，大家可能也知道东西方文化是一个碰撞，东西方的文明互相之间这个交融的这么一个可能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同时呢迪拜呢可能在到欧洲啊到很多地方呢也很方便，那么所以对于青路来讲，他选择在迪拜作为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呢一个呢是他要去了解东西方的文化，同时呢他也去不断地去了解，通过了解中国文化之后呢，他也需要不断地去了解这个欧洲的文化。那么这些年他在迪拜做的这些工作，除了画画创作看书之外，他就把大量的时间呢去旅行，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地球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七棵枣树，大家可能觉得七棵枣树很奇怪，那么这个七棵枣树呢也是作为一个意象，这个大家一会儿可以看到这个文章里面一个介绍，就是他家里面除了他父母，然后他们家5个孩子，刘青路呢一个哥哥3个姐姐，他是最小的，他们家7口人呢，这个院子里面正好有7棵枣树。那我觉得呢七棵枣树作为一个意象，特别是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讲，怎么样不要漂浮在这个流行的图像之上，而是呢自己内心有一个根，这个根呢就是一个血脉之根，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之根。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自己呢不是一个刚刚讲漂浮在大家看到今天有很多年轻艺术家的流行图像之上，而是呢就他的根呢还有一个呢要去了解这个社会。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2层的这个展厅里面所呈现出来他的一些作品，可能比较多的是一些流行的这个图式，包括他运用他的这个宇航员的这个图像。那么3楼的作品呢，大家千万别忘了，3楼的作品，我觉得可能是预示着他未来他能走多远，他未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格局里面，他能够做出了多大的这个贡献啊，他能够创作，未来能够创作，还能够创作出来这个更加有分量的作品，那我觉得就取决于这个七棵枣树这个意象所代表的这么一个根。这个根呢，我刚才讲就是血脉之根、文化之根，以及艺术家和社会之间联系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在此呢，也代表啊文献馆这个，包括我们在布展的过程当中，刘青路的家人啊，我们这个整个展览的布置，
甚至是包括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保洁都是经过哥哥姐姐嫂子他们来做的。这个我也想起来，大概2001年还是2002年，蔡国强这个第一次在国内做个展，大型个展是在上海的时候，当时呢，蔡国强呢也是把他的这个他家里面的这个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包括他的同学啊，包括他们泉州的很多朋友，都请到现场。那我觉得呢，我事隔这么多年以后啊，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身上呢，又再现了这一幕。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刚才大家我刚才讲了，这个从雨花园的视角到气候走处所形成的这么一个根。再有呢，整个我们这个展览在整个这个展览呈现的布置和呈现的过程当中呢，都很温暖，它都是一个家庭的啊，亲情的，包括他的同学，今天他们来了很多同学，包括尹老师，这个算这个一直是这个你们学校呢是培养老师的这个学校，尹老师是国内非常有名的这个美术教育家，同时呢还有已故的啊武明忠先生，他太太今天带。也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和民众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我觉得呢，它整个这个展览呢，它有这么多因素促成了这个刘青路呢，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他能够创作这么多作品，他的创造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就他的作品呢，除了一些流行图式啊，对于市场关注啊，同时呢，他的作品呢，就是未来能够预示着他会走得更远。那么就是因为他的作品里面有深深的。这么一个文化，包括对于社会的这么一个视角，这么一个根存在。好，最后那个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开幕式，谢谢。大家下午好。首先祝贺青路老师的个展能够顺利的在宋庄文献馆开幕。宋庄文献馆呢，一直承载着以文献、以艺术文献的展览为它的主题，同时呢，也是在吴宏馆长的主持下，以学术为主要的一种展览的内容。那么这次年轻人的艺术展，刘青路应该是在我们，宋庄文献馆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个艺术家的个展。那么这次展实际上是象征也寓意着我们的艺术活动，宋庄的艺术活动以及宋庄文献馆的艺术活动将满血的开启。宋庄这个地方呢，恰恰因为艺术兴起，同时也因为更多的年轻人的艺术的加入，使这里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未来。所以在此祝贺青路老师这个个展取得圆满成功，也预祝青路老师未来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广，越走越好。同时预祝我们所有的来宾在这个秋季爽朗的日子里能够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能够在宋庄文献馆的各个展览当中获得自己的收获与喜悦。谢谢。介绍了青路的这个创作和他的这个包括对未来的这种期望。刚刚吴宏老师的文章我也看了一遍，写的非常好。这个刘青路呢，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踏实，而且特别能干，做事干练，然后行动力也特别强。你看从这个展览的其中的他三年的作品，那么对于这三年的作品来讲的话，能创作这么多作品呢，确实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从楼上楼下三层的布展来看的话，就感觉到又有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三楼，呈现出了它从这个符号化的一种东西的一种突破，一种在这个基础上面又有看到一个新的可能性。它这个符号，我觉得刘青路他聪明在于他继承了之前的一些老艺术家的一些做法，
又引领到现代的两个东西，所以他就作品中又还有一种潮流的因素，所以他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他是他这么努力的一个结果。在此我非常祝贺展的成功，谢谢大家。各位下午好。其实跟青鹿上个月才重新见面，他在国外也待了很久了，刚好我们有个机缘，然后一起做些讨论，所以有机会再次见到他。结果他这个他原来学美术教育的，就现在是摇身一变，但是经过他自己努力，成为一个知名的很有前途的一个艺术家了。我在看那个展览的时候呢，我有个感觉啊，就说所有的一切成就了他今天的展览。所以他上次参加我们活动以后呢，所以我今天属于投桃报李，就首都来到了北京。因为我其实也是宋庄，也是一个居民嘛，跟这里还是有关系。但是现在北京是北京，宋首都首都，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地域概念了，就这样。我后来这个刚感谢从这个康老师刚刚过世的原因啊，他刚才一直陪着我，就在问他，我说他怎么会画成这样的人啊？他就把他这个他所理解的这么一个线索给我捋了一遍。所以我想这个展览所有的他现在的一切成就了这个展览，怎么讲？一个呢，跟他的家乡有关系，是吧？他可以在他们家的楼上看见天上，看这个做他自己这个宇航员的梦，这个梦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实现。第二就是他在画的过程中呢，他受我一个同事，一个已故的艺术家云中老师的这个影响。因为吴明忠老师他那个标记的那种形象的，画那个葡萄酒玻璃瓶是吧，然后盛葡萄酒，然后他进行一些表达，所以他开始好像听说是也是走这么条路，但是呢他没有找到自己，因为这条路是吴明忠先生的，所以他最后很苦恼，最后他把他儿时的一种意向一种梦想跟那个作品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成就他今天这么的样式。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艺术家呀，他应该是要处理好一种偏正关系。这个偏正关系在我们古代里面，我们文化里面就怎么说吧，偏正，正就是大家都这样的，或者正统是这样的。那么偏呢，就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有我这特点，不是社会主流那种东西，所以这属于偏。像我们讲，像我们这个头，我不知道是偏还是正吧。一般的，像我们带学生实习的，去之前我都跟他们说，把头剪掉，因为学校允许你这样做，因为学校会把你当成一个偏东西，所以说不能那样做。那么他呢是属于这个偏的一类，所以做艺术家，我是觉得一定要偏，一定要跟正的东西有区别。你才会有自己的位置，还有就是做艺术家一定要形成自己的样式，所以我认为艺术家是两类，一类是创造样式的艺术家，一类是创造作品的艺术家。比如说像芬尼摩尔像毕加索他们是创造一种样式的艺术家，就是你其他的美术学生可以按照他的样式创造自己的作品，但是这个样式，所以这就是我特别看重就是。青鹿他这个非常作品的方式，他这个是把所有东西都融进了他的作品里面了，他在这个他找到这么一个宇航员这么一个形象，那个头盔这个情况下，他做了这个内外的融通并置置换然后做一些变化，然后把一些相关的外在的东西融在里面，比如说他可以把长城放在这个里面去，把狮子画在里面去，把狮子啃过的骨头也画在里面去，这就是他自己很有特点的一个追求，所以从现在来讲，他的作品应该说是初具
规模和初具啊雏形，啊初具自己的独特的符号和这种样式，啊，希望他在这个路上不断去探索，啊取得更大的成就，啊祝他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啊谢谢大家。甚至他不吃不喝，然后在化石里面
小说呀、写诗歌呀，然后去创作他的作品。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特别孤独，就是一个单人床，然后就是在自己创作作品，然后自己去写一些东西。但是第二天他又非常兴致勃勃的，然后带我去看他的作品，所以我发现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孤独。那2016年他又只身一个人，然后去了迪拜去创作，也一晃十年，他带着他的宇宙，带着他的星球回到了地球。今天呢，他也带着宇航员小鹿，然后带着他的星河世界，让我们参观他十余年的宇宙。再次祝贺刘青鹿，再次祝贺你成为了你现在梦想的样子。谢谢大家，预祝展览成功。好，13号，今天是9年前的9月3号，我正在天上，就此时此刻，所以今天是9周年。所以我非常简短的就感谢大家，感谢老师，感谢吴老师，感谢学长，再感谢我所有的同学们以及同事们，以及我的所有家人们，感谢严老师。好，谢谢大家，大家去看展览拿礼物吃东西，拜拜拜拜拜拜。